请进。请坐。谢谢长官。请用茶。沈亚琪没事了，你应该很高兴吧？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她是你姐姐，你高兴也是应该的。没有什么高兴和不高兴的。就算她是我姐姐，如果她犯了法，我一样会逮捕她。不过，如果她是被人陷害的，我也不会放过那个害她的人。好。如果那是上面的命令，要你杀了你姐姐，你会怎么做呢？如果理由充分，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很好，这就是我需要的答案。是吗？因为我相信我很快就会找到你需要的那个充分的理由。喝茶。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哼，高尔夫啊。表妹还真不简单啊，知道这叫高尔夫？你忘了，家父曾经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也很喜欢这项运动。可惜啊，上海目前没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我只能在家里练练手，也不能尽情的挥杆击球。如果中国没有爆发内战的话，我想在上海建一座高尔夫。这可是一种富人的运动，目前中国不需要。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多种粮食和发展工业。如果中国让美国来管理的话，我相信很快就会富起来。你到底是哪国人？我当然是中国人。哈，我不是那个意思。走，咱们进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商朝的鼎。河南安阳出土，我已经把它捐给波士顿东方博物馆了。你不觉得这样做有点荒唐吗？这是我花重金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你们中国人现在还不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是真正的宝物，不懂它的价值。哼，那的确是我们的耻辱啊。请喝茶。不错啊，上好的龙井。Yes。谢谢你这么热情款待我。只有可靠的合作伙伴，我才会用这种规格来招待。谢谢。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了点皮肉之苦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提了好吗？你和那个武进昌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想说。还是不相信我呀？做了那笔军火生意，该赚的钱你们都赚了，拆烂亏的事情留给了我。那个姓武的暗中调查我，事后把军火卖给了共产党。你说我有那么大胆子吗？结果呢？查出来了。我把那批军火卖给了黄八妹，他们去了苏北，也没查出什么。结果一招不行又来一招啊！他们派人暗杀了苏梅，想嫁祸于我，置于我死地。我不知道这个他们包不包括你在内。怀疑我？你怀疑我会陷害不是吗？事实就是如此。
我要的是那份蓝色档案，不是你这个人。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王天爵跟我说，等把蓝色档案交给他，他可以给我们搞到美国的护照。那么相信他呀？没办法，除了他，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了。哎，你问过你姐没有？问过了呀，她说没问题的，钱肯定在。只不过现在转不到海外去，不过他会帮我们想办法的。不行，我觉得你姐还是不牢靠，我们还是通过别的银行转吧。也行，那你自己去办吧。你会跟我一起去美国吧？当然了，而且我跟姐姐也商量过了，她和我们一起走。说什么？他也去？对呀，我们一起找到档案，拿到钱，一起去美国。你不怕他独吞了钱？她是我姐姐，在我心里面，她比你更值得信任。好了，目前这个办法是最快的了，就这么定。就这么定？你是告诉我结果，不是跟我商量。完全正确。银红，我答应跟你一起去美国了，你别生气了啊！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姐姐呀？我哪敢，她能容得下我就行。长大了，女儿在外面受这么多的苦，做母亲的什么也帮不了你，我真恨自己。是真以后的你，妈。我的宝贝，啊，我的心肝宝贝，真的是你，妈，我回来了，妈，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妈，我想你了，好久都没有吃妈妈做的饭了，真好吃，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馄饨，还是妈做的最好吃，那是。这是你妈妈用心做的。从前呢，你们在外面工作，不回来也就做饭。现在你们在上海工作，也不经常回来看看。妈，我答应你，今后我和妹妹有空了，一定回家多陪陪你，好吗？不过姐姐，既然妈说了，咱们以后就常回家看看啊。爸爸，还知道回来呀？为了干什么呀？回来看你们呀。
你们还知道有父母啊？还知道有这个家呢？你们把我的老脸都给丢尽了。我没做对不起父母的事儿，我们做的都是正义的事情。还正义？其实啊，你们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国家，为了什么人民，那说的多么冠冕堂皇。这天下做父母的哪有让自己的孩子去干这种事情呢？不管为什么，杀人这两个字说出来是不好听。爸爸，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爸爸，我们都是不得已的。什么比不得已啊？啊，我要是不理解你们，早就把你们赶出家门了。如果是为了抗议你们这么做，我还能接受啊，毕竟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可是现在日本人都投降了，你们还这么干呢？啊，你们是在迫害进步人士，迫害共产党，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你们说，你们这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爸，我在银行工作，丹妮她在贸易商行，我们绝对没有迫害进步人士，更没有去迫害共产党啊。什么银行？什么贸易商行？那只是为了遮人耳目啊。你们混迹的舞厅啊、酒吧还有赌场，整天跟那些流氓大亨、富商巨贾啊，还有那国民党的高官凑个头子混在一起，能有什么好啊？你们怎么着啊？跟那些交际花、娼妓有什么两样？爸爸，把包给打开。这是给我和你妈妈准备的吧？爸，爸，是糖，是糖，你要先开枪，就先冲着我开吧啊！看到了吗？这就是他们用来杀人的枪，这东西不该在你们女孩子手里啊！杀过人，可我们杀的都是坏人呢，杀的都是日本人和汉奸呢。爸爸，你们没杀过共产党？没有。那你呢？你们都说的实话。是吧，你要相信孩子们说的话。事到如今，倒不如趁现在时局动荡，你们远走高飞，走得越远越好。孩子，还是走吧，这是我和你爸爸商量好的。妈，爸，我和姐姐已经决定去美国了。去美国也好，到了那儿，你们要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知道，这对你们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妈，爸，那你们呢？啊，姐姐，我们还是早做打算吧。我们一起来找到那份档案，我们就马上走。再说，这也是爸爸妈妈希望的。
爸爸妈妈在九泉之下，也希望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因为我是陈老板的人。明白了。陈老板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他们也不想想。你知道吗？在我没来上海之前，汇通银行就快到了要破产的边缘。我到了以后，整个银行有了非常大的起色，所以陈老板对我很满意。表哥，你要寻找的合作者应该是我，并不是那个武金昌。他那个人不值得信任。这就是你来找我的目的呀？我是来寻求合作的。咱们已经开始合作了。既然是这样，就应该有个合作的样子。你是说？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吃吃饭、喝喝酒、跳跳舞什么的，应该有点实质性。那你说的实质性的合作是指什么？有人想买一份秘密的档案。秘密档案？出价很高的，你感兴趣吗？哪一份啊？难道还有别的秘密档案？没有了，没有了，就一份秘密档案。你们都在找的那个。听表哥的口气，好像对那份档案不是太感兴趣。当然感兴趣，只是。是什么呀？只是我在考虑它的时效性，也就是它的价值有多大。如果它的价值不大的话，可能我就不打算参与其中。其实我跟表哥的想法还是挺像的，我对那份蓝色档案也不是很感兴趣。不就是一份名单吗？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那份名单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想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重用名单上的人，戴老那边更不会，对不对？难道表哥的单位会对名单上的人感兴趣？毫无兴趣。我猜也是。我们美国只看重的是价值，这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美国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啊。我们最看重的是财富。难道表哥对汇通银行有兴趣？你说，中国的老百姓和大大小小的商人会对你们银行感兴趣？你们的货币在不断的贬值，过不了几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他们早就把之前的东西藏起来。你听说过住友吗？住友公司。他们的总裁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青铜器，其藏品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你见过吗？肯特先生见过，他去过住友公司在日本的博物馆。很难以想象啊，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多的宝贝运到日本去的？难道沈小姐也对青铜器感兴趣？难道表哥忘了吗？我是受家父的影响，对中国的文物也情有独钟，特别是商代的青铜器，这可是中华文明的翘楚。那好啊，肯特先生明天就到上海，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下。表哥，给我个面子，让我做东招待那位肯特先生，可以吗？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没有收到请柬吗？
没有啊。那我让他们明天亲自送到你银行去。我认为除了日本留下来的那份潜伏特务名单，也就是蓝色档案以外，还有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才是最绝密的档案。肯特和庞天爵真正寻找的应该是这份档案。我昨天发现了一个线索，它很有利用价值。在日本有一个叫儿玉义夫的人，在日本是黑社会的顶尖人物，后来为日本的皇室工作，还有一个金百合组织。所以你们要去查一下日伪的档案，看一看这个叫儿玉义夫的人在上海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可以查一下。还有一份蓝色档案。这也是，如果纯粹是特务名单的话，那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再保密了。李华，你去查一下儿玉义夫的资料。于姐，你去查一下金海峰。我会尽力。你们好好的完成这些任务。这个是参加欢迎肯特先生宴会的名单，秦简就是照着这份名单发的。为什么没有沈雅琪？名单上没有。我记得以前的那份名单上有吧。我认为没有必要请沈亚琪来。你认为？咱们谁说了算？当然是您说了算。马上把沈小姐的请柬送过去，你亲自。是。就他一个人吗？对，就他一个人。那我打发他走了。不用，让他进来吧。经理，你放心，他不就是一个人吗？好，我和李华会在外面的。哎呀，是沈亚琪经理吧？啊，初次相会。早上好，武金昌先生，就请坐吧。多谢。武先生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不过一直没有时间去拜访，真是不好意思。沈小姐是贵人多忙事，还要处理这边和那边的问题，怎么有空理我这种小角色呢？武先生见笑了，我就单单汇通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怎么还有时间去处理别的事儿？哦，对了，您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您效劳的？肯特先生就要来上海了，给您的请柬。只是为了单单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柬就让您跑一趟，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这表示对您的重视。吴先生对我沈亚琪一直就很重视，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我真是受宠若惊。沈小姐为人面面俱到，办事又干净利索，值得我好好的学习。吴先生，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我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了我，我也是分身乏术，
就连杀雷嫂、还有苏梅的人，我都没时间去找。这是警察局的事了，我希望沈经理好好的保重自己，免得有什么把柄落在其他人的手里。谢谢吴先生的关心，不过今天真不好意思，我还有很多事情，改天请吴先生喝茶。那我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了。我们改日再会。找到有用的东西吗？东西没有找到，人倒是找到一个。真的？嗯，根据你给我的资料，我去了徐家汇藏书楼，那边有一个人曾经和金百合的人接触过，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的。那太好了，我们赶紧告诉沈经理去。好。那个儿玉一夫不单是日本黑社会的头目，也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抗战的时候曾经效命于皇室，道不上。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搜刮中国的金银财宝，秘密的运回日本。这个计划的名字记得清楚。对，我找到一个人，他曾经被金百合的人欺凌过，所以我想在他这里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有关金百合成员的资料。他现在在哪？他是徐家汇藏书楼的馆长。非常好。不过，先不要打草惊蛇，我要向组织汇报。看下一步让怎么办。要求你尽快把这个另外的一个档案上再次行事。现在明白。我认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夺取政权。可是有了政权是需要财富来支撑。如果有一份是关于财富的档案，我一定要把它弄到手。因为这些财富，我已经答应韩冰，用他和英国尽快找到档案。你就不担心这份档案落在金头人的手上？韩冰和银狐早就对国民党失望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找到档案，然后卖给黄金杰，从他那儿拿到钱和护照，逃到美。他们邀请你？当然有。你答应？为了让他放心，我答应。这太危险了。你放心吧，他对我的疑心早就没了。我不是担心他，是银狐。我仔细调查过所有中统和军统里手上有疤的人，其他几个已经有证据表明不可能是杀害宫郎和阿本，只有他例外。
鱼湖。所以，最能证明谁是凶手的就是这个孕妇。知道他是谁的吗？我开灯了，停电了。离开他。还记得我给你买的那套洋装吗？你给我买过很多东西，我哪记得那么清楚？记得，我可记得。生之不久，我看到你很不开心，是我特意陪你去买的。当时你还把那个裁缝给骂了一顿。啊，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不过时间那么久了，记忆有点模糊。那套洋装现在还在吗？这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吧？在还是不在？换件衣服，你值得生那么大的气吗？你没有看到我，你怎么会知道我生气？不过我知道你在笑，对吗？因为你每次哄我、骗我的时候，你都在想。我也傻，我看到你笑，我就什么气儿都消了。告诉我，你是在笑吗？到底什么？我看到你，我就会被你哄。如果我看不到。反而听得真切，你的声音在发抖。把它捡起来。认得他，那是你衣服上手工织的，独一无二的。告诉我，背着我还做过多少坏事儿？
快点跑！现在中统和军统的人都在抓你，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范冰然，我们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为什么连你也不放过我？因为你出卖自己人，你帮助日本人来侵略祖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很多人都被逼做过。难道都要拉出来清算吗？你怎么连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了？廉耻？真没想到，到今天为止你还那么幼稚。在这个乱世上，谁讲廉耻，谁就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看我们这个组织，从上到下，谁是讲廉耻的？你知道吗？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应该杀阿文。不想杀他的，是他逼我的。他对我穷追猛打，还发现了我跟松田在一起。他不死，我就得死。你让我怎么办？可他是我师父啊，没有他的话，父母死的时候，我早就自杀了。是他让我重新振作了起来。让我重新做人。我觉得你的不幸就是因为阿文造成的。要不是当初你救了他，日本人就不会抓你，你的父母也不会死。所以就是因为他，你才走上了今天这条不归路。你可闭嘴！你就知道阿文对你恩重如山，但我呢？对你不好吗？你刚进军统的时候，是谁照顾你？你受了伤，是谁救了你的命？是我，是我银狐啊！难道你都忘了吗？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我爱你。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关心你的。的确是聪明了很多人，但是我扪心自问，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你能说出一件，你现在可以立刻就杀了我。如果你
真的忍心动手的话，现在就扣动扳机吧，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你走吧，放走的人，你别追。 你明明知道他是杀害阿文的凶手，为什么还放走他？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军统的内鬼，军统的事情不用你管，还是杀害功劳的真凶，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丹妮，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公私不分了？别仗着你是我姐姐，你就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指指点点。你听清楚，银狐他一直待在你身边，就在欺骗你。 这种男人不值得你这样为他辩护，我愿意我喜欢，我喜欢被他骗，我喜欢我用不着你管我。这就是阿文教你的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别靠近阿文。阿文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好，你自己在这好好想清楚。 醒了，师妹。你抓上了吗？没事，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受了枪伤，要好好休息。 也是一时冲动，接受不了一直陪在他身边的亲人，居然是这样的，所以才干出这么莽撞的事。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他了。啊，哦，没事吧？不多想了，好好休息，更不能为他而生气，知道吗？我什么动不动气？ 除了打了他一枪，现在还给我了，也算是互不相欠。是吧？由于银狐背叛的事件，第七特别行动组解散了。今天我欢迎前第七小组的韩冰小姐。
加入我组。谢谢长官。现在是自己人。之前你在我那安装窃听器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不用放在心上。作为自己人，我希望我们能精诚团结，为党国尽力。是。作为自己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知道的沈亚琪的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告诉我。谢谢啊。努力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小姐，喝杯新茶。谢谢。小姐，出院以来你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为什么呀？我也不想这样，不过总有些人跟我过意不去。喂，班长，听说您知道有一个叫金百合的日本秘密组织，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啊，金百合组织是日本的玉荣天王和他的顾问们成立的，这是一个皇家组织，其中包括金融、会计、毒剂、船运专家和许多宝物专家。这个机构是由黄色层面监督，通过黑社会来操纵执行。黑社会？对，这些家伙就像挤奶似的榨取中国的财富。日本人从台湾走私毒品到大陆，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上海的日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库房里，用毒品来麻痹中国人。日本宪兵队特别行动小分队四处搜查，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人的财产，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钻石、古董、稀有金属。金百合组织把这些财宝造册装箱运回日本。那有没有一个叫儿玉义夫的日本人？有，他的真实身份呢是日本驻上海的海军和空军的采购员。那您老人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份蓝色档案？据我们猜想，这份档案一定是日本人掠夺中国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都在查这份档案。有个叫山口安次的人。山口安次？对对，山口，我在徐家汇的藏书馆见过他，那时候他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挑选珍贵的书籍。那个家伙阴险啊，为了一本宋朝的善本书，我还和他争吵过的。后来我被日本宪兵抓去拷打，他们还剁去我一个手指头，这些都是那个山口干的。山口安次，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确实存在，他让我吃尽了苦头，他就是花村会。我也继续。就是他，山口安次。你能确认照片上的人就是山口安次吗？没错，肯定是他。这叫铁证如山。我看这次银狐他往哪里逃？他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抓住他！弟兄们，跟我出发。是。站住！站好！站好！走。
哦，我哪找啊？我去抓银狐啊。抓什么抓？你被撤职了。他妈的，谁把我给撤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什么他娘的他娘的。这是上头要撤你，我也照你不住。这是命令，自己看看。他娘！怎么样？上面把我撤了。哎，你说会不会是沈亚琪把咱们哥俩给出卖了呢？你被撤职了，关沈小姐什么事儿？不可能啊，莫名其妙的，上面怎么就把我撤了呢？肯定是背后有人捣鼓。他娘的，别让我揪出这个王八蛋，揪出这王八蛋，我把他剁成肉泥。哥呀，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听风就是雨，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啊？我能不着急吗？官都丢了，我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呢，没官了我到哪儿捞银子去？你说你还像个警长吗？啊，你看看，吃喝嫖赌，你五毒俱全了，人家撤了你不应该吗？啊，你就这样对你亲哥哥呀？啊，你是不是太狠了点了你？哦，是不是你联手沈亚杰想做掉我？天打五雷轰，我从来没对他动过威胁。你胡说什么？我现在跟你有什么区别？我的权力不也缩小了很多吗？什么？他竟然他妈的！你抓他！他竟然敢欺负到你的头上！爹，咱可不能当鸭子，甚至脖子让他砍！谁说是沈小姐削了我的权呢？啊？不是让你动动脑子吗？脑袋真窝囊！这件事情不可能是沈小姐做的手脚，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想除掉沈小姐，先从她身边的人入手。那你说咱哥俩该怎么办？我哎，从老馆长那里打听到的就是这些。看来答案真的跟财宝有关，这就对了。什么对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日本人投降了那么长时间，他们的特工名单如今已经不重要了，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拼命要把它找出来？可是如果是财宝的话，人为财死那就很正常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肯特马上就要来上海，沈经理让我去监视庞天爵，说不定能从他那儿得到肯定之类的目的。你千万要小心啊。这是件事，不会出什么问题。这段时间我就没见面了，你要好好保护沈经理。你放心好了。这次我来上海得低调一些，但是你明白我此行的目的吗？你的工作让我很不满意，时间拖得太久了，如果这些天再拿不到那份档案，就不可能再拿到了，这也是说那笔巨大的财富将成为永远的秘密。这一点我明白。是最后一批日本樵夫，这几天遣返了，松田也在其中，如果让松田回到日本线索不就是中断了吗？其实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蓝色档案当中所藏的那批宝藏，应该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前就应该被送到。我到日本去调查这件事，最后一批珍贵的财富并没有到达日本，应该说还没离开中国大陆。不是已经装船了？那三艘火船还没有到达日本仁贺港口。不是得到可靠的消息，肯特要来上海吗？对不起，我们跟丢了。那么肯特是否已经到了上海呢？
因为跟丢了，所以还不能确定。你是怎么搞的？进来你总是心不在焉，如果不想干，那就不要干了。我昨天还看见庞天爵了，肯特应该是从岛上来的。这个美国人迟迟不敢露面，一定是有大阴谋。既然如此，你就给我确定一下，我不要含糊不清的回答。没错，这就是肯特。你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呀。就是距离远了点。不错，还挺清晰的。哦，对了，肯特的住处在什么地方？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加快了速度，咱们的车跟不上，我就被他们给甩了。这样吧，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知道肯特的住处。是。人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肯特。奇怪。不过，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沈亚奇的人也在找肯特。不能让中统的人抢在我们前面。明白。我们已经24小时在监视庞天爵了。做得好。我就不信庞天爵能把肯特放在口袋。有消息吗？没有，你呢？也没有。这肯特的行踪怎么那么神秘，一点线索都没有。看来肯特这次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要不要再去监视庞天爵？庞天爵那边我们去监视目标太大，而且上次监视他他已经有了心。决定你派别人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们还是继续找。城里找不到，我们就去郊区找。我想，李立昌也一定很快找到肯特。我不看就知道这是谁的人。武敬昌的人。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他说过会来保护我。说是保护，其实是监视。你说沈亚琪小姐怎么就对肯特先生不感兴趣？当然感兴趣，只是他不会用这种方法。那他会用什么方法？你应该去问沈小姐。去帮我把衣服拿来，带你去见个人。来吧，去哪里？嘿，对呀。错，你就没有跟着他进去？没有，他坚决不让我跟着他。我怕他怀疑，因此。那他进去多长时间啊？一个多小时吧。回来的路上没有跟你说什么吗？没有，他一言不发。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亚琪，我曾经是你的同学，你忘了吗？没有，我只是怕你不合作。你曾经救过我的命，我不和你合作，和谁合作？难道和美国人吗？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是爱国的。
难道连一点肯特的消息都没有？那好吧，谢谢你的帮忙。哟，姐姐还有这种闲情？哎呀，你不是都看到了吗？大家都在场，这个是最后的疯狂。那个武金昌怎么又跑？不是说好了要来的吗？不知道啊。那他是谁的亲？我真的不知道。他跟我保密。会的，那你是不是知道那个婚姻酒会为什么会被取消？因为肯德先生没有来上海，所以就取消了。是这么回事吗？我听说有人看见肯德先生从飞机上下来，对吗？不可能吧？肯德先生现在应该在香港。有人出高价卖给我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我出于好奇买下来了，你有兴趣看看吗？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沈小姐的摄影技术还有如此高超啊。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过，是我花大价钱买的。哎呦，那还真是让您破费了。我觉得这人生最可悲的就是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没有啊，我们对你非常信。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嗨，这只是肯特先生的一贯作风，他做事比较严谨，不像我特别张扬，因为他是日耳曼人嘛，我是中国人。你还记得你是中国人？你讽刺我？我怎么敢讽刺你呢？你可是我的表哥。珍妮啊，咱们现在可是各为其主。我觉得还是求同存异吧，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争个输赢，我只是想知道肯特先生这次来上海这么的神秘，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在身？无可奉告。表哥，我现在有一笔回报率很高的生意，你愿不愿意我们做个交换？珍妮啊，我是一个商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情报人，有些生意能做，有些生意他就不能。这可是一份非常巨额的财富。那说来听听。我刚才说过，这是需要交换的。啊，那交换条件是什么呢？肯特先生这次来上海的使命。可惜呀，我是真的很想告诉你，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拒绝和我合作是吧？不好意思，我失陪了。姐姐，这个表哥也真是的，越来越过分了，简直是老奸巨猾，满嘴胡。哎，丹妮，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哪一方面的呀？我听说肯特已经来到上海了，为什么没有人见到他呢？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吗？姐姐，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烟雾弹呢？比如肯特没有来上海，又或许从飞机上下来那个根本就不是肯特。你那个照片是从哪里买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是李华照的。他只是我公司的一个小职员。那于简呢？一样啊。别问你不该问的问题。今天的手机真是太笨了。哎，别走，我借给你。借多少输多少。怎么会呢？没遇来的时候。不至于，不至于。真走了。你看看，你走了就没意思了。那我总不能一直陪着你输吧？既然沈小姐不玩了，那我也走。沈小姐，咱们一起走。好吧。哎，丹尼。啊，沈小姐，韩老板，你们俩聊，我先走了，拜拜。还是有件事想跟你聊聊。如果是关于银狐的事情，对不起，我不想说。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伤口安次。日本黑帮金百合组织的头目，组长儿玉义义夫的得力助手。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他是帮助梅之官进行撤退任务，后来返回上海，并且他经常跟松田联系。日本投降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查遍了，唯独这个山口安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那份蓝色档案很可能在山口安子的手上。姐姐。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查到他的下落几乎是等于零。找到了。你想怎么？你为什么对我总是有这么大的敌意？这么重要的情报，你需要我拿什么来交换呢？不过我先声明，银狐的下落我全了。你不是想早点拿到那份蓝色档案吗？好让表哥为你早点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有人已经认出这就是山口安次。要怎么做你自己拿的。你就不想去美国吗？我对国家还抱有希望。你和我话不投机，葛志平是从董静带来的请救。好酒。中国人说，礼下于人，必无所求。我们大和民族也是那么认为的。难道我们就这样和下去吗？这很好啊。
你应该回答我的问题。我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回答你？我刚从董京来，你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你是胜利者，我是失败者。我去董京的目的就是要调查你的身份，真实的身份。我的身份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你是金百合组织的成员，是尔虞郁义父的手下，直接听从他的指挥。如果不是我从中做的工作，逆蒋被定为斩犯，斩犯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我想起来了，我们梅机关是有一份在中国发展的特务名单。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对那份名单感兴趣，我对那份东西毫无兴趣。那我不知道肯德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对金百合组织的行动感兴趣。我不知道什么是金百合组织。董天先生，我手上有一份名单，是从羽人天荒的档案中找到的。那份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董天真照，不要再抵赖了，这样没有意义。如果你不和我们配合，那你将不在遣返的名单里。荒郊野外将是你最好的归宿。遗憾的是没有樱花树。那正是我向往的。遗憾的是没有樱花树陪伴。我会满足你的愿望。呵，这是上等的苏格兰黑方威士忌，知道你们都找我，想尽了各种办法，不见面不合适的，我们都是老朋友，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我希望你们尽快找到那份档案，那份档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会尽快找到的。你们不能落到中途后面。我听说他们那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可能吧？你不要低估中途的能力，特别是深压器，他可是无所不能。我不希望你们落在他们的后面。肯德先生，您约的贵宾已经到了。既然肯特先生有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的委托我一定尽力完成。期待你的好消息。这就怎么样？苏格兰的威士忌味道很好啊。沈小姐对酒很有研究，很不简单。家父喜欢威士忌，所以耳濡目染为之一二，谈不上什么研究。我这次从董京飞来上海，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找到蓝色档案，希望总统的人跟我们合作。既然肯特先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要同时打出两张？刚刚把武金昌送走，会故意让我们相遇。你觉得这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沈小姐果然是不简单的人物。总统和军统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但是在蓝色档案上，我更希望跟总统合作，准确的讲，跟沈小姐合作。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引入竞争，这是经济学的理论。竞争令社会进步。
顶级理论是沈小姐的强项，当然不需要我来说明。恐怕肯特先生的经济理论是中国人自相竞争，美国人取得进步成果。沈小姐的这番理论太深奥，我挺不明白。那好吧，无论如何能和肯特先生合作，我们都我期待合作成功。伤口安刺。韩冰小姐，你跟老和尚开这种玩笑。不合格的特工，你知道吗？你的反应已经出卖了。韩冰小姐，你的话让老和尚如醉无礼无踪。你能瞒得了大家一时，你能瞒得了一时。韩冰小姐，我跟军统已经合作多时了，你的话令人有点费解。那好，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日本的流氓头子儿玉玉义夫率领的秘密组织金百合组织一直在上海秘密行动。日本战败前后，金百合组织的上海成员一直在帮助煤机关的松田真照进行撤退活动。而玉的得力助手山口安次秘密地来到了上海，他与松田接触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日本已经全面战败，山口安次不但没有逃回日本，反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上海，他为的就是和松田接头。韩冰小姐的话分析得很有道理。松田在侵华战争中主要负责的是谍报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那份蓝色档案。可是松田被捕已成定局，现在日本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份档案安全的运走。日本人狡猾凶残，理应如此。你倒真沉得住气啊。备受监视，行动极其不便。这个任务当然是由非军方的人物来完成最为合适。金百合组织的干将山口安次就接到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不料，我方已经秘密地潜入了煤机关，而且一直紧盯着这条线索。况且，中统和军统的行动实在是太快了，山口安次一直没有得以机会把蓝色档案秘密的运输，所以他只能改头换面，潜伏在中国等待时机。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了，蓝色档案恐怕早就跟日本人逃之夭夭了。不，山口安次有离不开中国的原因，他为了掩人耳目，只能装作是为了保住性命和利益。他成了与中统和军统合作的边缘人，这样一来，性命是保住了，可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监视。这人的确有点作茧自缚。智能，哦不，山口安次，就不要再装了。真正的智能和尚早就被你们日本人给杀了，是你一直冒名顶替，潜伏在这里。还要作茧自缚到何时？韩冰小姐，你这是无中生有。我跟军统已经非常合作了，整个开元寺的上上下下都被你们搜了个遍，哪有什么蓝色档案呢？就是因为松田的误导，还有你的一再配合，我们才一直疏忽了。不过，有一个地方没有搜。哎呀！
别杀我！别杀我！随便你说，别杀我！别杀我！真的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智能身上。快拿给我看看。为什么只有名单？另外一部分呢？为什么只有名单？另外一部分呢？蓝色答案不就是日本潜伏在中国的特务名单吗？事到如今，其实真正的蓝色答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给我的这个。这是一份日本潜伏在中国的特务名单。这份名单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是至关生死，但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这不重要。那你们要的是什么？第二部分。那是一份你们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巨大宝藏。宝藏？日本在侵略亚洲各国的同时，也在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宝。他们执着而隐秘地执行着一项名叫金百合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的主要成员都是日本皇室的成员。当日本宣布战败的时候，这些数以万吨计的宝藏都被藏在了菲律宾的各地，或者随船沉进海。他们侵略了中国，霸占了土地，还有这些财富做什么？谁敢说自己站在战场上永远都会赢呢？其实日本人的逻辑很简单，即使他们在军事上输了，但是他们有了这些财富以后，他们在经济上就没有输。这就相当于亚洲各国资助了日本这次大规模。简直是强盗的想法。那金百合计划怎么扯到煤机关头上？儿玉是黑社会的，他在各国都不被信任，负责监察他就是煤机关的松田站长。可金百合计划和蓝色档案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在日本人的眼中，被招降的汉奸同样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和那些宝藏一样，都是日本人的战利品。所以松田就把他们一起归入蓝色档案来处理了。原来是这样。山口安次是儿玉的得力助手，那批宝藏就是他来负责的。在运回日本的途中，日本天皇宣布战败，山口安次唯有及时的记录坐标，并处决掉船上所有的船员，把他们还有宝藏一起沉入海，而他自己则辗转漂流回到了小船。天哪，这个人的心实在是太狠毒了。山口安次回到了上海，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和松田见面。见完面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什么任务？各种情景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但从结果上来看，
他是帮松田转移并妥善保管蓝色档案。后来那份海底的坐标图呢？松田被俘之后，连人带宅我们里里外外搜出的情况。你告诉我一件事情，美国的 CIA 是不是也想着这批财宝？我们美国并没有打击中国，我们只是抢劫日本。好了，该知道的你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走到了尽头，还是一无所获。也许日本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海兔运回了日本。拿着，这是我答应你跟珍妮的美国护照。虽然你们没有拿到我想要的那份东西，但是我已经答应过你跟珍妮，你们帮我拿到蓝色档案，我就给你们美国护照。可是这样，你不就是做了亏本的生意吗？丹尼，你跟珍妮不只是特工，还是我的表妹，我能不帮你？谢谢你。快走吧，早点离开。好。唐天杰先生，看来蓝色档案你已经拿到手了。看来有人要抢功劳。你已经是 CIA 的高层了，我只不过是军统的一个小头目，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好啊，随你喜。站住！海兔呢？藏宝的海兔在哪儿呢？没有。你在耍我？韩冰把蓝色档案交给了你，怎么会只有上半部没下半部呢？如你眼睛所见，就是这样。两个玩什么花样？就算我把档案拿回去，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紧张？我不要这种功劳，我要的是藏宝的海图。原来你想独吞？原来你是傻瓜？难道我这一生只想着调查，当一个穷酸的调查员？我要的是幸福人生，发达享乐。你知道吗？你是在跟军统和 CIA 作对。我知道，但是我不怕了。你知道加勒比海上有多少个岛屿？啊，
等我发财了，我就跑到那当土皇帝，我一阵子换一个岛屿住。别说你 CIA， 就是上帝也找不到我。做你的春秋大梦。宝座在哪儿，我就放你一条生路。我再重复一遍，你还是不是。你不说我不要紧，我去问韩冰。这就是蓝色档案的真正内容。换言之，它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下落不明，是吗？你好像并不吃惊啊。原来松田并不信任山口安子。你早就知道蓝色档案包含着秘密宝藏，对吗？可以这么说吧，这都是你布下的圈套。你借我的手把它找出来，然后再对表哥下手。说话呀！你这么做是一举两得。我想你既能够拿到护照，我们又可以拿到整个的蓝色档案。今天才知道我姐姐的心有多么狠，真的简直太可怕了。你可怕的让人心寒，你知道吗？我也是想了好久，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两全其美。什么两全其美？你在利用我，然后又害表哥，你还想干什么？我这样做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图。荒谬借口！你这个心狠毒辣的女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去吧，去一个没人伤害你的地方，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远离所有斗争。妮妮，我希望你永远都幸福。
真不懂规矩，走的时候也不跟上司交代一声，咎由自取。也就是说，连肯特也没有拿到真正的档案。所以他们想借中统和军统的竞争，尽快把档案拿到手。也许是想让我们帮忙。那山口安次那边怎么样？南边已经找到他了，不过他的身上只有特务的名单，海图不知去向。山口已经是松田身边的最后一个人，如果连他那都没有的话，难道档案还在松田手上？怎么办？松田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他能藏到哪去呢？也许这份档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喂？真的？好，我马上带他们过来。是贺组长，您马上准备，立即行动。什么行动？肯特突然要把松田送回日本。李先生，肯特七天已接松田。找四个弟兄好好看着孩子，其他的人准备出发。松田，就是说海图不在你手上。感谢你的合作。
铁华，没受伤吧？没事。这家伙怎么到死都握着这把刀啊？是真正的蓝色大海。收起来，李昌。好吗，沈亚琪同志？请相信同志，同志会想办法帮你安排的。李杰，你的车跑不到解放区了。去哪里？我来指路。韩冰小姐，你受苦了，想吃点什么？哼，你们无缘无故的把我抓来，合法吗？你偷偷的把钱转到美国去了，单凭这一条，我就可以用叛国罪把你给毙了。对不起，那些钱是我自己的，转到哪里去是我的自由。你哪来那么多的钱呢？是银狐当内鬼给你赚来的，还是你勾结沈亚琪从共产党那弄来的？告诉你，我姐姐不是共产党。不光你姐姐，连李花、于简、贺德彪都是共产党。能亲眼看见他们杀了松田，拿着海图跑了。我和重庆联系过，如果他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回重庆？松田？可能啊，海图怎么可能还在松田手上？海图就在松田手上，就藏在那佩刀里。佩刀？
钥匙。那万一我姐姐他们和你一样，想把那些宝藏据为己有？不可能！这笔钱是我的，是我的。告诉你，你别跟我发飙！有本事你把我杀了呀，然后再去把那个海图抢回来。别气我，你现在的小命还有那么点价值？你那么相信你姐姐，爱她维护她，她会不会拿那张海图来换你的命呢？杀了你，杀了你，我就不知道你姐姐爱不爱你喽。廖七，现在汇丰银行全是武金昌的人，你家周围也让他安排了人，你回不去了。韩冰呢？我打听了，韩冰确实被武金昌给抓起来了。需要我帮忙吗？要。枪，很多的枪。找我算找对人了，你放心吧。什么事？沈佳琪让我告诉你，想要海豚的话，今天晚上到仙乐寺找他。叫所有的弟兄到仙乐寺布置，把韩冰也带过去。除了沈佳琪，任何想进去的人，杀！这次这买卖这么大，要用这么多东西。对，非常大。大？大的没开。这么大？哎，这么大的生意，就咱们两个人，其他的帮手呢？不，我一个人就可以。不会吧？就你一个人？对，我一个人就可以了。这个你会用吗？哦，会用。十分钟以后扔进仙乐寺。啊，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哎，沈小姐，那我那份呢？不会少你的。如果我还有命的话。哎，沈小姐，保重啊。韩冰小姐，我很好奇，此时此刻你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让我猜猜，你会想，我姐姐这么无情无义，一点亲情都不念，还是你在暗自祈祷，希望你姐姐不要为了你来这里送死？
你不真心还怎么不带你走？十倍贼花白，走！一千，一重，一千钱和重要，跟后，啊，上。 放下！放下！爹，不要听他的，把他们都给我杀死！
就对了。好的，往前走。不要！他们俩好好聊。你不要听他们，别过来，别过来，姐姐。小心。别过来，姐姐！你不要过来，姐姐！姐，不要！不要过来，不要听他的，姐姐。海图呢？在我的身上。好极了。你把我妹妹放了，我就给你。你敢威胁我？丹妮，你没事吧？哎呀，你呢？受伤吗？没事。哎，你哥呢？快，快撤！快撤！你呢？我没事。师傅，赶快走！如果当初不是走错了这扇门，不会有今天了。好了，走吧。走吧，丹妮，我们走吧。丹妮，姐，我走错了。丹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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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妮。知道，给他们眼色看看。你害死我全家人！大哥，保重。如果我当初去了美国，现在还是在你。大女，开门呐！大女，开门呐！开门呐！就是因为阿文造成的，要不是当初你，你的父母也不会死。你也跟阿文走，去美国。丹妮，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表哥，来找我。
什么人？孩子。Shit.